新北市一名21岁的周姓呢，机车骑士，昨天上午的8点行经佩森区达科一路时呢，因为不明原因自撞护栏，摔落到一旁3公尺高的大排水沟当中。虽然意外发生之后，骑士还是有意识的，但是他伤势很严重，被紧急送医抢救，最后还是宣告不治。经检测，骑士并无酒精反应，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。关于这起死亡车祸的详细肇事原因还需要深入厘清，警方也呼吁最近的天气很不稳定，经常突然下雨造成路面湿滑，也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，专心驾驶，避免意外发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 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